再来关注一下结婚之后人气爆棚的刘晓庆。最近呢，她的舞台剧《风华绝代》来到香港连演三天，好朋友刘嘉玲、林青霞呢也都来捧场。那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到刘晓庆老公王小玉的真身呢？一连三天的演出吸引到林青霞、郑明明等众多名人前来捧场。不过，刚刚将刘晓庆娶过门的王小玉从未现身。他不是我们圈内的人，他在这个场合他会很不习惯，不行。虽然没有让观众亲睹夫妻同场的温馨画面，但刘晓庆与刘嘉玲这两代武则天却很难得的携手亮相了。真的以为太子一定比我强吗？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。面对女皇界的前辈刘晓庆，刘嘉玲还谦虚地笑称：“我是看着您的戏长大的。”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。我演武则天的时候，我还真的拿晓庆姐的武则天拿来做参考的，因为她演的真的是非常的丝丝入扣，非常的神似。她也是我演戏的一个老师了。嗯，本人。